都是。考上了，儿子。考上了，我哎呀，行。等我办办。妈回来，那吃点现成的也挺幸福的，这么热天。等一两分钟，我给你粥去，给你看一下。嗯。这个帘子搁这还是整的哈，有点，不是有点儿，真还是。过几天不忙的时候，把它再往那边挪一挪。在这里吃不行，风凉的快。是是。我用不用再拌点小菜？啥也不用整了，这样啊，羊肉拿来了？没呢，羊肉够呛了，够吃了。够吃了。咱家有没有那个西红柿和那种生菜？西红柿有，生菜圆子现掐就行啊。哦哦，整完到时候洗，可以你们洗点菜，到时候放那个西红柿里。拌的不是放那个 ，sorry， 放汉堡中间夹着。哦哦，番茄酱没有了啊。番茄酱，哎呀，番茄酱有那种番茄酱，就是做意大利面的那种。那不行，没事，那就没有番茄酱了。那我去买一个去呗，也不费事。我家也有。我说到沃尔玛哪就买一个了。嗯，你烤的汉堡是那个？对对对，我给你看一下吧。嗯，你是搁冰箱拿的吗？那个是圆的俩过米啊，土豆啊，小哦对，圆的是。那芝士包那个。真香，闻那香味儿。不错哎，嗯，老妈，哎。闻那香味儿了。你爸睡着了，累睡着了。那这天能不累吗？又热又累。是。行啊，就这个季节干点干点吧，一年就这么五个月。是。嗯。不该再给猴哥憋坏了吧？那是呗，咱不让干活，那就发脾气了。哎呦！完了，掉那里头。哦，掉了一个。嗯。掉掉吧，被剪了，烫手了。不能剪。这个很不幸啊。有啥不幸？在这不能不能这个，这样的。嗯。这抹油了，土豆是吧？对呀，不抹油。不抹油该有点那啥了。我把羊肉拿来烤上吗？嗯，拿来吧。拿来，嗯，画好了，找着我就画上了。啊，哎，这俩姑娘在家屋这屋里忙。我不会切锅，我都是崴着吃的。嗯，把皮打开，切西红柿。我把这个樱桃、水果啥整点儿。我把羊排、羊肉拿出去。这儿那羊肉、鸡肉不打了。小碗。都动手了。Kate， 小红发美女，小天儿，小美战士，做沙拉呢。我再去拍拍你家 hotel 雷啊！啊，这个我别来回走空道，那我端那个吧。琢磨琢磨。在忙活，猴哥在记账。小天端沙拉来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搁这赶，我搁这赶，我搁这赶啊！哎，我搁这赶，哎呀，好香啊！好香啊！好香，真的很香。嗯，都闻到肉味了。好香，闻着了。那我也吃。香味儿，水果啊，我搁这赶，好香啊！哎呀，这休息休息多好，今天真热。不过也挺好，你爸这个开心呢，干点活。那东西没活。嗯。待着。嗯。他可能只能照。小美女。你说哪种是他最会？你只能照俩吗？主要是。嗯。把肉照。对。俩吧。麦克，来坐这来。感觉。哎、怎么回事？就是吧，有苍蝇轰轰。好了哈，烤羊肉，土豆好了。
的明火。大厨。我呢？大烧烤师傅。大家一起开开心吃一下。嗯，就是。美好时光啊，夏天很快就过去了。对。麦克会做饭是吧？做这些都会长。会一点吧。哎，跟老外家住，我肯定会整这些的。小 Kate， 小美女。好了。出去。阿姨看小朋友们都回来，阿姨开心呢。这么多小年轻人，啊，阿姨就高兴。把你叔叔也叫出来。叔叔在记账。在车库里的。啊，把叔叔叫出来啊。阿姨感觉。麦克偶尔上上镜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没事就好。阿姨感觉特别适合，在这个地方做个美食节目。做吃播呀。我都寻思，我说你叔叔啊，非得干活，不干活的时候，我天天我带一帮小美女。小少年，然后我天天做好吃的，是不是眼睛好也能吸引粉丝吧？非得爬树啊，天天的。我这没工作，天天做饭嘛，有时候想拍点。你忙忙叨叨整乱蹦蹦的也不好拍，所以我就不整了。等到了冬天就有机会了。我做的都出丑，样子不好看。好了，行，吃吧。这个麦克也是新加入咱们家的新成员啊，给大伙打个招呼。多少钱每个月？我告诉你，要有10万人看你的啊，我吓坏了麦克。来了，都坐下吧，还缺谁？不缺谁，今天就是。这是烤的。嗯，这烤的羊排，牛肉饼。盘子没拿着，那有盘，那是盘吗？有，对。嗯，喝可乐给。说。嗯，好，谢。吧，我出这儿吧。我爱的两个小美女啊。是。嗯。连上了。哎呀，这夏天一晃就过去了。咱们好好享受享受夏天啊。给导演倒杯酒呗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啤酒，谁想喝啤酒就喝点啊。嗯，我有盘子了。莹姐上哪？你上哪去了今天呢？我今天拿药交话费买东西，哎呦我人都傻了，说实话，我火药味十足啊，啊，一人分一份吃，你掰一下吧，这啥呀？哎呦，这热烫，不，这个烫，来不了。这羊肉咋这么大块儿？你看这羊肉什么羊肉？就 Costco 那种，这不知道什么羊，哎呦，草原羊。酸黄瓜，摄影师了。嗯嗯，你就让录吧，别忘摁了啊，没忘。没有没有，没有大伙儿给我买两只轮胎去。阿姨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没有想说的，就挺高兴的。孩子们都在家，这夏天这么好时光，傍晚，今天天气最热，但是你叔叔把我提了出去干活去了。我是没干多少，没干多少，但也热呀，39度。39度，温度显示外面39度。那只是温度，老热了。嗯，再加上湿度什么的，加湿度这，哎呀，热的热出的汗，你说说那汗出的也都那什么，衣服晒干了再穿上又湿了。出汗其实最好，出汗是排毒。哦，嗯，是。完了，这要让我妈知道，天天求叔叔带我出去干活。哪天跟叔叔出去吧，出去出几身透汗。好了。